瘦。哦，那我喜欢胖胖的，可以吗，白老师？可以呀、啊。好，那我跟我爸爸妈妈说，我要参加舞蹈班。嗯，好，我们中山幼稚园的舞蹈班，通通都欢迎你们来参加哦。嗯，很欢迎大家人来报名我们的舞蹈班哦。我们曾老师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哦。哎呦。国中及修过心理学，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。陈老师希望在我们幼稚园中扎根，把音乐带入我们生活中，以及培养每位孩子喜爱音乐。陈老师在本园中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课，教导出一群爱唱歌的小天使。在表演前，我们先请到我们陈宏翔老师来为我们说几句话。陈老师，欢迎你。中山幼稚园，那非常感谢董事长跟园长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们在中山幼稚园整整一年了，教育出这样的一些小朋友这么喜欢唱歌且极有天分的小孩。那等一下，请各位家长还有小朋友。